跨国的任务，是越南媳妇哎。阿妹，都已经要彩排拜堂了，你的越南新娘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来啦？就快来了，就快来了。哼，还有我的好三宝，你就已经帮忙帮到这个程度了，你再行行好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待会这个就是彩排走位而已，你就帮他走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嗯。 喝下去，三宝铁定就是我的人了。你们喝完交杯酒，从此以后两个人就二合为一，以后夫妻俩要相敬如宾，百事和谐。喝完这杯酒，全部的排练就结束了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 兄弟，没想到你真的不来。谢谢啊！怎么才一喝完头就这么晕，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新娘子她不爱酒性。 他一杯就醉了，赶快送我走吧！那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哈！谢谢，谢谢。可恶，放开我！我全中了你的计，兄弟再不来，我就死定了！哎哎哎！这表示我送我女儿，怎么会在你这？ 难道你就是天晴的爸爸？你怎么会认识天晴？你还知道要关心天晴，说要让他一个人出国，让他这么难过，因为你不止做男人很失败，做爸爸，你也很失败。他现在在哪？说。他跟胡三宝在老家宗祠出席婚礼。 搞什么？我这样等一下怎么有一天要跟季总交代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来。他们都是好兄弟，反正我明天一定绝对保证百分之百会去参加那个。你要是会担心的话，那你就来保护我啊。管师傅，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。 我还是超越啊！我们刚刚才拿到主办权呐，你还要把你爸的手艺拿出来，证明给人家看。天商楼啊，不是那个富丽堂皇那个餐厅，是你孙无敌个人的，知道吗？可是比起这一切，我现在更需要到一个人的身旁，是他让我有勇气证明自己是孙无敌。要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不在他身旁，那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
喂，喂，做咩鬼啊？那三宝的照片怎么在那边呢？哦，真的是宝啊！我就知道那个贾浩明意图不轨，我不让你得逞的。喂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今天明明是摇鼓联姻的。月兰妹是不是姓谷啊？不是啊，叔叔。喂，你走位。啊！他们怎么敢？哇，我是很上群灯啊！喂，我没有答应他啊，又没有送过他什么礼品啊！啊！师傅，嗯，雷又收过他的钱了。爸，原来我们不知不觉把三宝给卖了，没想到他居然不要我，不要他，又还又想着阿明当我们的夫婿。我现在很急，要去一个地方，你可以载我一程吗？哎，你不是孙无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载你是我的荣幸啊，谢谢。哎，但我只有一点安全帽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现在怎么慢得下来啊？再不快点，我的女人就有危险了。妈，安明，有一包刀放埋你兜里正额，你才点关骨头给安。哎呦，让你久等了。阿明，快把刀放下！不要，爸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后路可以退了，我决定要先跟三宝洞房，三明煮成熟饭。哎曾经因为我受创太深了，今生今世我亏欠你太多了，你就不要再抗拒了，现在让我好好的来弥补你，今天就是你美梦成真的时刻到了。可能是又小又矮的样子。你不要再说我妈妈又矮又小了啦！本来就是啊！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哎，这是谁？谁呀？公安，公安，对啊，你妈妈这里啊。那个又矮一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救我了。